就是歌曲，有喜欢的话呢，我都会更新在我的粉专上面。那我粉专的名字是 RUKABANANA， 到 FB 上面的搜寻列打下个 I 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我就会，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明天晚上会更新吧，大概。应该会啊，应该会。对，好，那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把今天的时间留给我，对。因为其实在电影驻唱真的是几乎是我每一个月在高雄的唯一一场活动了，几乎，对。所以就是这场对我来说是可以看到大家的时间。谢谢你们来让我看看你们，对，谢谢，给大家请给自己一个鼓掌啊，耶，你们好棒哦，把时间留给娇娇，太善良了，对，那我们有人记得我十月的驻唱的日期吗？十四，好，十月十三号。对，娇娇十月的驻唱时间是十月十三号，有空的话，请把那一天留给我嘞。好，谢谢大家，谢谢。想了一下，等，就是因为今天空那个中间的时间，中文好难哦，中间的时间没有发今天的预约小卡给大家，那我想一下，就是那我边唱安可鲁边发给大家好了，大家是可以接受这个提案的吗？可以是不是？那我可以不拿麦吗？不，这就会变这样，就很像这样，路过在发卫生纸这样。请支持一号。对，请问大家觉得我应该拿麦克风还是不拿麦克风啊？拿，还是拿？就是好，那我就直接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自己抽灯泡。好好好，好吧，好，那我背对大家来抽卡哦。好，这样抽，好。那就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安可，好嘞。